Action! Good morning, I love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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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你们，我不知道怎样讲你们啊，我就是 feel 不到你们的 love。哎，小老板，小老板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，让我示范给他们看啊！来来来，看着我，看着我啊！我你，安生平，啊 ，fail， 不及格。啊，这样也不及格啊？据我这几天的观察。你们对十八谷粮的爱还不够，你们对 Good Morning Global 的爱也还不够。今天的集训将着重于心态的调整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公司的口号叫做 Good Morning 而不是 Good Afternoon 或者 Good Night 呢？Good Morning 代表早晨，代表程序，代表早晨的阳光。Good Morning 代表生机，代表希望。对啦，因为地球自转的关系，所以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在不同的时间呢都经历过早晨，所以呢每一时每一刻都有不同的种族喊着我们公司的口号，你们说是不是很酷呢？所以你们要以最深情的方式来说出 Good morning, I love you， 把公司当作你的家，把你的同事当作你家人。 Good morningI love you. Good morning. I love you. 喂，你们这样不会很别扭吗？啊，超尴尬的咯。因为啊，你们对爱的了解不够深，对彼此的爱也不够深，对十八姑娘的爱啊更加不够深。所以我带你们到大街上集训。啊？不是吧？如果你爱我，请你抱抱我。OK， 开始时你可以用任何方式让对方注意你，然后对他说一句 Good morning, I love you。如果对方让你抱，就代表你的受训成功。小老板，这里不是美国哎，在这样的小地方可以吗？要不然你示范给我们看喽。哟，示范家啦。OK。经理和我说，要我们用爱和感情来说出 Good morning, I love you， 要把 Good morning, I love you 讲到顾客的心坎里去。 OK? OK. Action. Good morning, I love you. Action. Good morning, I love you. Action. Good morning, I love you. Action. Good morning,Good morning, I love you. Action. Good morning, I love you. Action. Good morning, I love you. Action. Good morning, I love you. Good morning, I love you. 老板 ，Good morning, I love you. Good morning, I love you too, too. 老板，给我们两杯最健康的饮料。啊，最健康的饮料？对呀，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喝十八谷粮。来补充我们一天所需的营养，所以给我们两杯白开水来冲泡我们的谷粮。OK。老板，给我一杯白开水。OK， 顾经理过来。快杯，给老板来一杯。老板来一杯。
的姑娘，十八的姑娘 ，I love you。Good morning， 十八十八的姑娘，一朵花，青春美丽好年华。十八十八的姑娘，一朵花，人人都会爱上她。十八的姑娘。